进来要先把鞋子抬好，才可以进去哦。耶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这里是我现在在龙泰球场。然后呢，我已经打完差不多的，现在在休息和擦拍中。这个其他三大就超人。这个就是擦拍，擦完四支呢，我们就可以打了哦。现在已经有人正在打，会有提供免费的球。然后呢，来这边缴钱，这是我们就开团时间。然后呢，还有要去帮你。他做了就大家可以回去。场上的比例，女生领先大概是5-1左右，女生比较多。往前走的场地很酷诶，这个只有半个场地，几个人和教练，哇，超！这里就好像原子大学的便当街一样，微笑的鱼 ，Oh my god， 鱼没有开。